房门之后，发现看车号就比较难看，因为在中间拍。对啊。等一下，我会搭车回家。撑不过来啊！打不出过来、啊。去没有应该可以。去没有。如果说你派那个档案要传给我，我要发你。我可以解压缩，我可以解压缩，解压缩都变成。
拜托毛毛车赶快来，他们想的是三毛车，哎，谁挡住了？站住！我拍到他了。
今天大概累计开两个钟头，累计啊，对啊，到从新店到中正纪念堂，再到红树林，然后再搭大溪嘛，那就走了。我是直接到那个蛋白蛋前深圳中心就开始。对啊，我今天没有加热粉面，吃午餐，因为时间来不及。但我看你拍的，我很算的，现在三十分钟才会到。发现的越长看。一样的。